今天跟大家讲第十篇的富满恒善受持。这篇原文主要是介绍三个病症，就是富满、恒善和受持病。首先我们将这三个病的基本概念先讲解一下。第一个呢是富满。富满呢，其实它是指腹部胀满，以腹部胀满为主要症状的一个病。那么这个病呢，其实是以以症明病，以症状，因为腹部胀满呢，它可以见于很多疾病的过程当中，所以它是一个症状。可是当病人来看病的时候，他的主诉是主要是讲腹部胀满很辛苦，所以这个呢，这个症状呢，它是见于很多疾病当中的。不过现在来看病主要是以腹满为主。那么引起腹部胀满的原因有很多，概括起来离不开寒、热、虚、实四个字。一般来说，虚寒症、虚症或者是寒症，多见于太阴或者是少阴病。太阴主要是指足太阴、脾；足少阴呢，肾，是指。所以虚寒症呢，多治于脾和肾。实症、热症呢，根据《内经》讲的阳到实、阴到虚这个理论，所以呢，实症、热症多见于阳明。这个阳明它就包括两个阳明，指哪两个？手阳明和足阳明。足阳明是胃经，手阳明呢大肠经。对，所以实症、热症多见于胃和大肠的病变。那么这些原因它都可以引起腹部胀满为什么呢？因为虚症或者是寒症，脾胃虚寒或者是脾肾虚寒，就容易引起呢这个寒，因为寒它就走收引，所以脾胃虚寒的人容易引起呢气机凝滞不行，
也就是说脾胃运行的运行这个力减弱了，所以腹部气机呢凝滞不通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就产生腹部胀满了啊。那么如果是实症或者是热症，胃跟大肠有热，或者是甚至是湿和热，可不可以引起腹满？可以引起腹满。胃跟大肠，如果你吃得过多，饮食集滞在胃，长一点时间它就在大肠集滞，不能运行。饮食集滞可不可以引起腹满呢？也一样的。一样可以引起腹满。那么食的为什么又可以引起腹满呢？因为食是粘滞，是邪粘滞，是吧？它集滞在肠胃里面呢，就会影响到肠胃的运行，所以食主就气滞，食主就气滞，它气机不行，就会引起腹满。所以虚寒症、实症、热症都可以引起腹满。这个是腹满。第二呢是寒散。寒散，寒就是指寒邪，是吧？散呢是指痛。散则痛也，也可以认为这个散可以认为是因为寒邪的重叠，寒邪集聚，啊，寒邪集聚，好像三纲一样啊，三难起伏。寒邪的集聚就造成呢肠道气机不通，不通则痛。所以什么叫做寒散呢？实际上就是指寒腹部啊寒性的腹痛。寒性不管是虚寒还是寒实都是属于寒性的。那么既然是寒性的，一般的这个寒性的腹痛有什么特点？同学们，喜温是吧，喜暗，这些都是它就有这些特点啊。这个就是寒性的腹痛，这种腹痛可以包括胃脘部，也可以包括整个肠道，但是就不包括散气。外科里面讲的散气是指小肠散，这里讲的不是指小肠散，小肠散是指这个阴囊，这个站起来的时候阴囊呢它会变大，睡觉平卧它的阴囊就会缩小，就是腹股沟那个卵圆孔小肠掉下来了。这个散气，我们今天所讲的寒散不是那个散气，是指一般寒性的腹痛，这点要搞清楚。
但是我们今天讲的那个治疗寒疝的一些方药能不能治疗疝气呢？也很多人拿来用，也有很好效果。但是我们这里就不是讲讨论这个，那个是属于疝气，是属于外科的。第三个呢是素食。收不化，就是指吃下去的东西呢积聚在胃肠道。素食就是指吃下去的饮食啊停滞在胃肠道所引起的病变，就叫做素食。收不化，它老不消化，拉又拉不出，吐又吐不出，就积在胃肠道，这个叫做素食。因为饮食过多而引起的这个饮食机制，那么临床比较多见，我们比较多见的是那个症状方面呢，就是嗳腐、吞酸、恶心、呕吐，或者大便呢会出现什么呢？拉很臭的大便啊，甚至呢有的人热象明显的呢，他就完全没有大便，饮食机制这些。但是呢他有一个明显的病因，就是这个人曾经吃过很多东西不消化，就是说有饮食机制伤于饮食的这个病史啊。如果这样一个病人来腹胀、嗳腐吞酸，或者是腹痛和便秘，或者是拉出的大便是很腐臭的，那么我们必须要问诊的方面一定要问清楚有没有吃了过多的东西，肉类的久了，特别是现在啊，酒入过多，吃多了肠胃消化不好就会积滞啊，就不是酒入穿肠过了，它不穿肠而过了，而是积滞了。所以这些呢都是腹部的病变。所以为什么这三个病症要合起来讨论，张仲景有什么意思呢？把这三个病都合起来放在一起讨论有什么意义呢？和平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前面我们讲过金匮的写作方法，它的特点，由于这几种病它们的病位相对都是在胃肠道，是吧？胃肠道的病啊，而且呢会产生相同或者是相似的症状，相似或者是相同。有哪些症状可以相同的？腹满、寒疝和素食都是胃肠道的病，有哪些症状可以相同呢？第一个，可以同时产生腹部胀满，不论你是腹满也好，还是寒性的腹痛也好，还是饮食积滞在肠胃也好，可不可以引起腹部胀满？可以。第二，可以引起呢腹痛，是吧？不管它是喜按还是积按，总之它就有腹痛，腹满、腹痛，还有大便呢可以异常，
这个异常就包括可以是便溏，也可以是便秘。不论你寒热虚实都有可能，是吧？所以症状是相同或者是相似的。所以张仲景把这三种病症合在一起讨论，目的就是要我们做医生的人要鉴别诊断，做好鉴别诊断，究竟他这个腹痛腹胀是什么原因引起的，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啊？甚至呢，这些病有些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，寒性的腹痛它可以引起腹胀啊，这个腹满里面属于虚寒症的，不单只是腹满，它也可以引起腹痛，有时候表现为以疼痛为主，就变成寒性腹痛了，是吧？那就是寒散了。所以呢，要合在一起讨论，目的就是要做好鉴别诊断，这是他们的合篇的意义。下面呢，我们就将腹满寒散和宿湿呢分开来进行原文解释。第一个是关于腹满的，我们先看原文第一条：浮阳脉微弦，乏当腹满。不满者，鼻便难，两区疼痛，是虚寒从下上也，当以温药复之。这条原文呢，它是指出虚寒性的腹满啊，虚寒性的腹满产生的原因、症状和治法。浮阳脉微弦，浮阳脉，浮阳脉主要是指柱背的解溪穴旁边的那个脉象。这个脉象主要是看哪一个脏腑的病呢？主要是透脾胃的。脉微弦啊，出现了弦脉，弦而无力，微弦。出现弦而无力的脉象，那个是指什么原因引起的呢？是虚寒。微就是指脉象呢无力，是阳气不足的表现，不能够鼓动脉象，它就会出现比较微弱的脉，但是按下去它的脉是刚直的硬的，就是弦而无力的脉啊。这个脉弦脉主什么呢？同学们，你们在中医里面讲的弦脉是主什么？肝病是吧？在这里呢，它可以是主肝的气机不通畅，由于寒邪阳气就内寒，寒邪呢它就会凝滞收敛，引起气机不通啊。那么这个弦呢可以是由于寒邪引起的，阳气内寒，弦紧脉，弦和紧脉都是比较刚直的硬直的，在这里主
阳虚内寒，寒主收敛，所以说阳虚内寒引起，也就是说脾胃阳虚啊，而引起呢寒邪内滞，气机阻滞。这个这一段话主要是讲脾胃阳虚的病因，阳虚内寒啊。脉为弦之乏当腹满，由于脾胃阳虚啊，阴寒之邪呢凝滞，气机凝滞不通，所以就会产生呢腹满。这个腹满包括胃脘部或者是整个腹部，就会产生腹部胀满，是寒气凝滞引起的。不满者鼻便难，如果他没有啊胀满呢，也就是说同一个病机它可以产生两个或者两个症状，同一个病机它可以产生腹部胀满，也可以产生呢大便困难。这种大便不困难也是因为寒气凝滞，气机呢不能够运行而引起的，所以两个症状都可以产生，同时还可以产生呢这个第三个症状，虚寒从下上，就是病人感觉到气呢老是往上顶往上冲啊，甚至冲到这个血下胃脘这些部位。